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我等个日出又黄昏，爱你哪里敢无心无，我让铁锈我难闻，心头乱乱滚滚，我等个心又王宅父亲在阿信的身躯顶，佮对心兰卡拉的手来，金文赛决定要亲手收拾，无愿意去淘汰这王宅，也好住心切的五老爷，偷偷将王宅尸体佮放伫做梦内底，靠地气跟恶毒，可以当得到可怕的力量。王宅唔能够怕上了金文赛，佮将心兰的魂魄佮勾起。我要做神龙啊！我要做神龙啊！不行的，我一定要赶紧出去。这是什么声？这是哪位啊？我哪会来到这？救命啊！哦，又够惨呢！干么人？喂，你这查某人哦，袂感觉家己话到这大声，这惨呢？你是谁啊？你哪会也在这？啊，这是哪位啊？你敢袂使带我回去？周新兰，你唔免过问啊！我甲你分配乖爹法律中是有用意的。你放心啦，我袂伤害你啦。你真紧就会使走啊！我走哦。你去哪位啊？你带我回去啦！我的肚子来这里了，了哎，说到这个金龙太君你比这么久阿母要来死，真的是你想要创啥？要我不想要创啥啦，金龙太君啊，你讲要照这会当高人分配的迄个宝贝海里，我嘛照你啊，对无？你总算吼爱请我一顿啊好食的，你讲对无？哦，好食啊，来这给你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伊要食，这就给你食。啊，这对啊，即马我要去出任务啊，但是无甲代志办好，会互王母娘娘讲尻川的。你紧食啦，一直到吼，我要甲你摕海里啊，你才甲伊吐落来啊。这紧吃哦，好啦，我跟你讲哦，邓姐，我去跟伊写过来，一定发挥你上恐怖的模样，上恐怖的模样，知无？知啦，安尼才乖，我来去啊。上恐怖！但我生做安尼有棱有角，生做这样古锥着，讲要上恐怖。头啊，除了找到王宅大尸体所在以外，你敢还佫其他办法会当找到心兰的位？你敢有听过传说中的宝贝海里？对啊，我哪袂记得啊？假使讲若是会当找到这个海里，就会当马上找到新版的物件啊！师傅啊，咱是要去倒位找迄款物件？我讲过啊，迄只是一个传说，
要找到伊，恐惊爱有经验。啊，那恁新人唔得补救啊！这谁讲的？我偏偏就知影这宝贝海蛎仔伫倒。我竟然看袂出这个囡仔的真心，恐惊来历不凡。哎，囡仔屁讲话才臭屁哦！你敢真正知影阮讲的宝贝海蛎仔伫倒？阿贤，卖对人不敬。哦。只有小兄弟，你敢真正知影这个宝贝伫倒位？当然知影，若是唔知影，我来遮找恁创啥？啊，不过吼，迄宝贝有心想咧顾啊，我就惊恁到时哦，有性命离去，无性命出来啊，啊，就看恁要去也是不爱去啊。为着心兰，搁较危险，我嘛爱去。桃花，你留伫遮。袂用咧，你伤过危险嘛，我一定要跟你去。小兄弟，请你带路。好啊，做我行。哈哈，等一下就有好戏通好看。对啊，还佫有一个青仔粽，我就甲伊抄倒去。进去。嘿嘿。哦，我为着完成任务，实在足拍拼，今嘛。我就和王仔闻到新奶味，去找新奶啦！呜呜呜呜呜呜呜！新奶，我是牛三辈子来呀！新奶，新奶到倒位呀？这什么味呀？你搞我屁！进来，进来。宝贝，海蛎停伫咧遮附近哦。大家较注意，新秀随时出现。什么人？你给我动的！王仔，是你？我来新郎叫人偷出去啊！假新郎是我。什么样的？你这个新郎分别搞出来嘞？新郎是给分别，那我们死啊啦！你真想不看信息无哈？你有病？讲啊！你若闹伫我的身躯边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即马拍的是新人的肉体哦？哪咧新人的分配咧？新人的分配咧？新人！嘿嘿，有好戏通好看。新人！好啦。啥咧吵我困中道，够吵的，真正是。妖怪！原来是星星，你拢在叫咩？这么多人哦，阿你我会当好好食一顿吗？你们死！豆芽，豆芽，这个头真正有够歹食。竟然把桃花吃掉！你是个真狗，我要帮你抓！啊，师傅，你别冲动啦，紧打呀！傻卡鸟，跟我相对，找死！啊！连师傅拢跟我争气啊！俗语讲，滚头师傅相怕，无招无来。金龙太祖是干那要看你面面，现在怎搁要害金元帅个桃花呢？连小龙都惊起啊！免乱，免乱！因两个乖做伙。任务总算完成一半。在什么所在？桃花，你给我伫遮。桃花，你伫倒位啊？桃花，桃花，桃花，你紧起来。
托你跟精神，桃花，桃花。是我对不起你，还不起这情绪要对我人是我，你替我当这件事要做啥啦？你是招工的，你招工的。我以前对你遐尼歹，你一直跟我斗相共，啊，不过我就是放不下家己的自尊心，要甲你说多少。桃花，你敢知啊？其实我足介意你的，啊，不过连我家己嘛是到今嘛我才了解，讲的人是我，是我。桃花。桃花，你精神啊！你今仔安怎？你倒去无爽快无？哈？无。平原，你拄则讲的话，我拢听着啊。想袂到，迄拢是你的心内话。桃花。平原，阿姐，阿姐，敢是你？我是心兰，你来救我。心兰，心兰，你在倒位？阿姐，阿姐，我是心兰，我的魂魄伫个海寮内底。哎，海寮伫遐。心兰，你跟我爹来的。是啊，阿姐，你给我出去。心兰，你放心，阿姐一定想办法放你出去。其实我无想要吃人，这人肉咸咸哦，实在够臭。兄弟，你倒位啊？你跟出来啦！哎呦，我甲大细声是要创啥？你跟我坐来吃，你以后办法对位对吗？哈，像讲的，当初是因要来的，我有甲你警告过啊。啊，这件代志家己处理啊，我走。喂！旺仔，你听我讲哈，今麦干剩你甲我，咱只要会当甲宝贝海里找出来，无得甲心内阿哥，你敢愿意甲我联手，甲伊拍倒哈？啊！我要救心兰，我甲你做伙去。喂，我警告你哦，你想要紧甲我师傅哦，搁有桃花仔吐出来，啊若无，我袂放你煞。嗯，我若无想要吐出来，安怎？你好怕，好怕啊啊！王仔。爽啊！这久无人安尼要求啊，拄好，找到恁这两个免钱的，继续，哦，对，哦，赞成，你竟敢还来告出来？你这死鬼！公仔，哪会够叫拔起来啊啦？哦金官，你到底在创啥？哪样呢？我拄则有八卦，算出这个所在是城门。我得甲来那位家出去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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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紧给我好掉。好，无得噶，咱火都出去啊！啊！师傅，师傅，高山，师傅，还无得事。师傅，我真假中你死啊嘞！阿星，紧把新人带来，咱紧来走。好。你们去倒位？你还敢有我？你别讲啦！金龙太祖啊！金龙太祖！金龙太祖！金！金龙太祖，拄只好代志拢个办好势，妥当，阿龙赞赞赞好！我今嘛就放新人出来。新人，阿星，今嘛都想给新人的分票，回去伊的肉体。新兰，新兰，你回来了，新兰。阿姐。哎呦，师傅，你甲桃花师不是嘛互相喜爱？啊，既然安尼吼，恁就紧申请啊！啊，了后是不是嘛宣传？我甲新兰。哎呀，你点点啦！恁的婚事哦，今嘛无要办啦。新办我交桃花赛怎么讲？我记得无唔对哦。俗语讲一拖也二拍死，有啥有事做夫妻。金元帅甲桃花一面考验，感觉已经圆满啊。恁的婚事哦，今嘛无要办啦。新办我交桃花赛怎么讲？我记得无唔对哦。阿姐，桃花赛恭喜您哦！哈哈哈，送您一个礼物啦！戆仔，戆仔啊，拄只真多谢你甲我斗相共，啊不过吼，我嘛是同款爱甲你拍。啊！就你嘛是新人，啥子太狗呀？拍就听。奇怪，我之前明明就就亏了，现在怎么都没来了？想叫你拄着本太祖，以后你若是唔肯乖乖做一个好鬼哦，我就让你分分必赏。好啦，我知啦，请恁原谅我，以后我唔敢。这位小兄弟，这届真正足多谢你斗相共。金元，你免跟我说多谢啦，你以前跟我是好兄弟的。虽然因为你落凡间袂记以前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本太祖还是无放回去来帮你斗三工啊！哈哈哈！你的意思是，原来我过去嘛是一个神灵？对啊，嘛是你，桃花伊嘛是蟠桃园的神女。当初就是因为你伫咧凡间，才会让王母娘娘派来到这，一直到这件代志对恁的考验。今晚你才讲出你的心内话啊！多谢太祖神传。今仔日恁两个会当结连理，以后伫咧龙凤宫一定要甘心替人办代志，这就是王母娘娘交代予恁的任务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甲金元两个人就是龙凤宫的宫主？对啊。啊，王母娘娘有礼物要送予恁的，你看。这就是王母娘娘要送给恁的礼物啊！你要好好收起来，以后一定会到。嗯。多谢母娘，多谢金龙太祖。本太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，我会行。啊，对啊，我还得爱听我呢。啊，请太祖稍等。太祖。嗯，好、哦。对啦，啊，母娘送咱这粒仙桃，唔知是啥物意思。嗯，也毋过，既然我母娘已经讲这以后无路用啊，咱就该收起来啊。嗯。哦，唔敢呀。你要惊死人哦！洪仔，你去投胎啊？啊无吼，阮师傅是甲你拍分几撇散，这边哦，唔是甲你讲假话。好啊好啊，我早就是啊，
心来，我想要对伊讲最后一句话，希望你会当伊我幸福快乐。唉，这王仔就一定爱魂飞魄散，伊才会死心啦。我拢知啊，魂飞魄散啊！金元啊，金元，桃花啊，桃花！我王仔去予恁害甲凄惨落魄，要甲心难斗阵的心愿我都达成。哼，恁成亲迄一天，我一定亲身将这个大礼送去恁家。听到这件代志，总算是无影算。阿姐，接下来都要无影，你甲桃花仔分手啊？是啊，桃花仔啊，是，即摆哦还叫淑女。阿姐，金元虽是答应要看桃花有车，可是伊的心肝内是想要将桃花给压落底。这是影响因夫妻以后的好关系。元老仙，你可有办法通啊解决这个问题？金元这好胜心，那是母无好，他冤家就变亲家，这要如何是好啊？事到如今，只好过来拜托王母娘娘咯。是。金龙太子。母娘，有啥物吩咐？金元与桃花的婚事，凡有夫妻，我来命你，都爱促成因这段的良缘啦。遵命。俗语讲，好是亲家，歹是冤家。虽然是俗世人缘，但是却坎坎坷坷的。金元生个桃花是要来修成正果，原来成个金龙太子，敢有法度完成看你面的任务呢？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。王母娘娘赐婚。